赵姨啊，啊你即卖是咧食啥物头路啊？我静静咧拍拍内底唱歌，也毋过最近休困啊。啊？你是咧未唱的哦？啊，毋是啦，大妈。啊，赵姨自细汉就立志要做歌星啦。歌星哦？我够拄啊好个啦！我细汉吼嘛，我想要做歌星嘞，也毋过吼，阮家教较严啦。啊，妈妈常常在咧骂讲吼，参像迄种酒家女啦吼，舞女也是讲迄种歌女哦，拢共款嘞。嘿吼，拢是安尼出来抛头露面啦，啊，伫遐咧摇尻川哦，咧出卖色相啦。所以讲哦，强敢拍死吼，都唔通咧做歌星嘞。伊叫做祖儿啦，是志中的女朋友啦。啊，这位我来介绍下，这位是我小妹子涵，这位是我的妈妈，啊，这位是大妈。两位阿姆，子涵，你好。祖儿，真像有听阮二兄常常提起你，今仔总算见面啊。二兄，有眼光哦。志中，阿爷要甲女朋友娶回来，你来袂事先甲阮讲一声。就是嘛，你唔着较早讲咧，安尼我甲你妈妈哦，阮着等较早转来咧啊，啊一家伙啊欢欢喜喜哦，来恭候你的女朋友，安尼唔才算是有礼貌。大妈，我嘛唔知少爷啊会对我转来，所以。歹势啦，我这人个性比较较避暑，所以志中要找我来找拜访，我一直在丢毒啦。啊，这有啥物好丢毒的？阮家的人也袂给你吃去啊。阿妈，你讲对无？少爷啊，一个查某囡仔吼，愿意来查甫朋友因家见厝内人，这就表示讲恁双方面吼有意爱哦。所以讲真紧就当讲到嫁娶的问题啊啦。我实在是足好奇的呢，恁爸爸妈妈是啥物人啊？啊，厝内在做啥物大生意啊？大妈，少爷因厝是普通的家庭啦，因爸爸妈妈嘛无伫做生意。少爷。啊，你是唔通误会呢？虽然阮家的环境哦是有比较较好一些，也毋过阮嘛无啥物伫个要求门当户对啦。志忠的阿嬷哦，伊向较注重的是人的品德、操守，啊，厝内底有钱无钱其实无差啦。哈哈哈，嘛对啦，啊，志忠若有才调吼，讲要娶你，就有才调吼，会当饲你啦。哎，志忠啊，啊，你敢伊毋着入美国留学，迄当初来同学，啊，你读煞当地转来台湾的是毋？大妈。啊，这位是我对美国读册读煞了，回来台湾以后才认识啦。哦，哈哈，九姨啊，啊你伫台湾读倒一间大学，读啥物科系啊？我敢若台湾高中无读大学啦。玉英啊，啊祖儿无机会读真济册，可能是甲因家庭环境有关系啦。伊若讲无学历，就无代表讲这个查囡仔毋捌人情世事啊。但我是读偌济册。也不过我嘛捌真济做人处事的道理呀、啊，对不？祖儿啊，你唔免烦恼哈。你虽然先天不足，但是后天尽量用功来弥补就好啊。哦。赵姨啊，啊你即马是咧食啥物头路啊？我静静咧拍拍内底唱歌，也毋过最近休困啊。你是咧未唱的哦？啊，不是啦，大妈。啊，少爷自细汉就立志要做歌星啦。歌星哦？我够拄啊好个啦。我细汉吼嘛，我想要做歌星嘞。也毋过吼，阮家教较严啦。啊，妈妈常常在咧骂讲吼，参像迄种酒家女啦吼，舞女也是讲迄种歌女哦，拢共款嘞。嘿吼，拢是安尼出来抛头露面啦，啊，伫遐咧摇尻川哦，咧出卖色相啦。所以讲哦，强敢拍死吼，都唔通咧做歌星嘞。大妈，那是恁以前时代老古板的看法甲想法啦。即马全台湾的爸母有偌济人无希望家己的查某囝变作张惠妹，后生变作周杰伦？对吼、哦，可是伊都唔是张惠妹。啊，无啦，少爷啊，哎，我这人就爱讲酸笑啦。你千万唔通想讲我是咧甲你考试呢，吼。阿妈。啊，志涵，妈妈伊拢回来，安尼我先送少爷回去，好。阿妈，我阿母，志涵，我先告辞。祖儿，
啊，你有答应过我哦，以后我较少来看我哦，吼。佳怡，拜拜。玉英啊，你拄只讲遐话，是毋是有较超过？哈，较长啊！啊，我拄只就甲伊讲吼，我有一句话，我是咧滚耍笑的啊。哎，不过讲实在啦，我拄仔讲的遐拢拢是话咧。你家己看卖咧，这查甫囡仔伊的家世、身份都合咧，拢配袂起咱姊中嘛。啊，你讲要叫伊来做新妇，我是感觉讲吼，你是毋是应该小考虑一下？那姊中这女朋友，我对印象真好。搁再加上伊的命格甲志忠正合，假使讲志忠若介意要娶伊，我绝对无意见。啊，你是一家之主啊！啊，你若无意见吼，我当然嘛无方便讲，搁有啥物意见啊？妈，啊你咧？答应家是要等阮两家时阵才讲啦。卡强，我扶你来楼顶打坐。你这下又起来创啥？是关系志中女朋友的代志啦。阿姨，我今日无机会甲伊讲话，对伊无啥了解，所以想要问看卡江，啊，你对厝的印象安怎？真好啊，人生做佫水，温顺佫礼貌，伊两个命格佫足好。美华，你嘛甲志中讲，赶紧甲娶转来。这代志哦，袂用拖的，我若无算唔对哦。这祖儿一定有咱志中的囡仔，搁再讲哦，两个人结婚了后，咱志中就赶紧破除一切厄运啊！你，啊，我嘛是想要爱志中会当赶紧结婚啦。啊，不过，不过安怎？我嘛唔知要安怎讲才对啦。敢讲你对祖儿家世不好，你无介意是？卡江，啊，我家己以什么款的出身，你嘛知影。这款旧笑皮无买的代志，我要哪做会出来啦？啊，若真正要论家世，自我阁赢过我嘞，我哪有资格去看人无啊？啊，无是安怎啦？看你讲话还吞吞吐吐，到底自我倒一点咧看无佮意啊？啊，毋是讲我佮意无佮意自我的问题啦，是志忠，志忠阁是安怎啦？拜托你讲讲较紧的好无？啊，一边甲讲好煞，我听了我要急死啦！到底是安尼甲讲个清楚？我咧讲哦，讲重点，讲较紧。好啦，我也无想要阁继续温磨落去啊。而且，我嘛希望会当听我卡强你个意见。卡强，其实你个命哦，算了是真正准啦。志忠，伊是真是甲一个查某囡仔有囡仔，只是讲。可惜这个查某囡仔不是祖儿啦。啥？